有人在卖卫生纸，一卷3000块，3万块。我们卖啤酒零才1万块，哦，一万块很贵吧？可是商店卖15000。真的？我们家怎么收？我去拿东西来卖好了。还有卖建材。对啊，拿建材去卖，可以卖2000块。真的哦。对啊，How to sell an item？哦，要打指令哦，AH sale，然后 price，那怎么卖？打指令啊，它不是有写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斜线 AH 就可以开这个单子了。你打指令斜线 AH，那就会开启这个单子。然后底下那个钱的符号，它就有讲说 How to sell an item，怎么卖一个道具。然后嘞？AH，然后空一个，然后 sell SELL，然后再打价格，就是把你手上的东西拿去卖。我手上的。对啊，你不要卖错呢。被取，然后嘞？Sale SELL，然后嘞？价格，看你要卖多少。商店卖3000呢，我这个穿过的卖1500就好，1500还2000，1700好。我卖了3000的木头出去。哦，看到那个 P90 卖10000块的，可恶！我不该跟商店买的，我应该早点来这边看。这边 P90 便宜多了。打半价的话，卖2000好。2000还是2000？这边比较便宜耶。对啊，这边东西又比较便宜，玩家卖的都比较便宜。这什是么？两中千块了，的 P90？我两看千错块。了吗？2000块的 P90，我要看。你有看到吗？你瞬间后悔的，早知哪道里？这买就好了，2000块的 P90，这疯了吧？这价格。可是那个四本装还是卖蛮贵的，我对头啊，上的哎，油桶，有人在卖油桶，可是油桶要怎么捡呢？刚刚是不是也看到一些油桶，但是不会捡？对啊，哎，裤子可以拆耶，原来裤子可以拆，哎，但裤子拆掉好啊。有免费的素材诶。金属卖免零，费，拉下来，拉下来转卖呀！你要去哪里看？帮我捡件，你剑圣哪里去了？在射僵尸娃娃。打爆他！我们先去塔上看，再去军车看。好哦，害我有点想开枪。哼哼哼，好，开枪好了，我有22个弹夹，应该可以开到爽。你2件我二的级枪库，呢？在这。我改开枪好了。为你啥？拿到东东吗？我拿没有。2件二级库。二级库好了，我借军车2台，可以去另外一台看啊。硬糖没办法进去吧？可以啦，对面那台，对面区域那台，对，对面那边有一台军车啊。你要绕一下，绕一下，对。还是我要摆路障那里直接跳过去不用，我已经捞来了。怎么散弹枪打不中呢？哎呦，这么近还打不中！散弹枪不是范围很大的吗？怎么都几乎贴人还打不中？因为它是散弹枪，不是这样讲吧？这台，对，那台。可能有2台可以收。好，我不用散弹枪了，垃圾。那是，
就拿到纸伞，还有一块布，然后还有药跟绷带，好烂哦！在你后面，嘿，对，这边啊，这边帐篷里面有些有军人包包啊，军队包，对，我记得那边我说过了，这边吧，对，这边好多道，这边有军队包，真的。三级血哦，还有一个二级血。喂，有僵尸，怎么打不中？我打了三次还打不中。近距离有时候不好打啊。近距离太近了，可能我这只太近了。对啊。No。我刚捡走手榴弹了。很好。怎么了？你要手榴弹吗？不要。来丢看看，没丢过。哎，这边有个包包。哦，门口这边就一个包包了，为什么丢在门口这边？门口啊，哎，门口有个包包啊，我第一次看到，给你来开这个。这里门口这边。好炫的包包。这边也是一大堆军人包包。AK47。我第三只了，丢，好慢哦！那个时候但也太慢爆炸了吧？